现在是3月26号的凌晨1点左右，今天是董宇辉的生日，祝董宇辉小朋友生日快乐，31岁了啊！有些时候不要老像董3岁一样啊，要长大一点点了啊！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，你已经很棒了啊！你已经承担了这么重的责任，加油吧啊！我很欣赏你，虽然咱们两个年纪差不多大啊，也就差个十几二十岁吧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啊，我们之间应该有很多的共鸣。希望在31岁的年龄，你能变得越来越好。这两天在某个平台上啊，又开始有人作妖啊，说你跟于老师在武汉的排场太大了啊，什么保安比观众还多啊。其实，但凡追着你看了这几天的活动的这些观众，只要是正常人都会知道这是胡说八道。但是没办法，现在就是这样的舆论环境，尤其是在那个平台上，啊，可能是因为董宇辉太红了吧？啊，也不知道是你动了谁的蛋糕啊。总是被人针对，所以你清空那边是对的，啊，他们胡说八道。然后不但是自媒体胡说八道，还有主流媒体也跟上啊，说你飘了，说你什么的，胡扯啊，胡扯。整个湖北行现在已经要进入最后一站了，啊，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啊，宣传了大美湖北啊，让武汉、让荆州、让宜昌接下来的实验啊，都会在很多人的心里头深深的种草啊，也没有光去卖货啊，做了很多的应该做的文旅的推广工作，不但事情办得漂亮啊，整个的过程也非常的完美。有些人吹毛求疵，有些人欲加之罪，啊，这些人他是故意的，这些人就是心里头有问题。就像董宇辉说万历15年里面一样啊，这个张居正知不知道这个环境？因为他们受的教育，他读的书就让他有这个责任感。那与辉也是，他知不知道助农难呢？他知不知道这个文旅报作呢？他知道，但是他还是要做。只要是做事的人，就会被非议啊。无论是商鞅也好，王安石也好，张居正也好，都是这样。那现在董宇辉也是这样，总有那些人站在角落里，站在背后，对这些做事的人指指点点。这些黑暗里的生物啊，他们无处不在。啊，你想让他们消失是很难的，因为你的光芒太盛，对他们来说可能就让他们感到了压力和伤害。没关系啊，别搭理他们。生日这一天，宇辉在凌晨发了一条视频啊，他说连续第4天了，深夜高速啊赶往下一站。多年后，人们问我是否记得那些夜里的孤单与漫长，恰恰相反，我记得的是满天星光和一路歌唱。说得太好了，让我们记住这一路星光，让我们一起一路歌唱。董宇辉。生日快乐，有生的日子，天天快乐。